如果可以御剑飞行，张家界一定是最适合的地方之一。它有天门洞开，吞云吐雾，更有三千奇峰挺拔如天兵列阵。当他们屹立于阴雨，就是如墨染千山；屹立于云海，就是忽闻海上有仙山，山在虚无缥缈间；屹立于冰雪，就是三千奇峰共白头，吹落琼花满世间。中国名山众多，但只有张家界的三千奇峰，无论类型还是规模，都在全球范围内独一无二，被称作张家界地貌。更鲜为人知的是，如此奇观的诞生，既是因为重重的机缘，也是因为重重的劫难。欢迎来到星球研究所星山海境系列，和我们一起重新了解这片土地上的奇山异水。这一次我们将在湖南张家界穿越到一个真正的仙侠世界。现在我眼前呢，就是一片壮观的峰林，每当太阳升起的时候，可以说是千峰披荆，就像是天兵列阵一样守卫着这片仙界。如果只是这样看，其实还看不出他们有多么高大挺拔。不如让我们抽出一根，就它吧。这根大约150米高的石柱，就是电影《阿凡达》中哈利路亚山的原型。而整个张家界最高的石柱，甚至可以达到400多米。但高度还不是最特别的，它通体细长，几乎是直上直下，长宽比极为夸张。这样的身材比例，面对成千上万年的风吹雨打，却依然岿然挺立，这是如何做到的呢？让我们走近点看。你看，这些岩石内部其实都是石英颗粒交集而成的，所以叫做石英砂岩。而石英呢，其实是一种质地坚硬的矿物，一般被用于制作玻璃或者芯片。更重要的是，你注意到这一层层的纹理了吗？它们几乎是平行于水平面的，就像是这堆水平摆放的积木一样，可以保持着重心稳定。这在自然界啊，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偶然但也非常完美的巧合。一旦它们发生倾斜，你看，就很容易发生倒塌。放眼全球，这样的石英砂岩峰林本就稀少，除张家界外，也只有在广西金秀的大瑶山等少数地区有所分布。而形态如此高耸，规模如此庞大的张家界的三千峰林却是首屈一指，无可匹敌。那么又是谁在背后排兵布阵，把如此众多的巨型岩柱平整地码放在一起的呢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需要回到这三千天兵的前世。前方就是著名的天门山，它和刚才的峰林只相距大约50公里，但山体岩石的主要成分却并非石英砂，而是碳酸盐物质。这种岩石容易和溶解了二氧化碳的水体发生反应，加上重力作用引发山体垮塌，最终在海拔1500米的山体上掏出了一个洞穴，形如天门。而当我们将视野拉大，会看到正是一大片喀斯特的海洋将三千峰林重重包围，共同承受着千年万载的雨水魔力。看到这些整齐排列的墙体了吗？是不是像一道道城墙一样？不过这些并不是什么古老的人类造物，而是张家界三千峰林的前世之一，也叫做峰墙。由于张家界位于湖南省西部，特别在夏季，强盛的季风携带着丰沛的水汽，在山地间形成强烈的降雨，全年降水量可达1400毫米，被称作湖南省的三大暴雨中心之一。而这些雨水就像是一把刀，不断冲刷侵蚀着这些峰墙，最终把它们切削成一个个岩柱。我的手上呢，就是一块石英砂岩。相比于石灰岩，这种石英砂岩其实更难溶于水，而且它的质地呢非常的坚硬。
所以单凭水的力量是很难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岩柱的。那么在比风墙更早的前世，这里又经历了什么呢？这个山顶好平啊，上面竟然还能种菜。不知道你们有发现，远处的这些岩柱，它们的顶部基本都处于同一个水平面上。这个平面啊，其实就是一个远古的大平台，也是所有风灵的终极前世。10000年前，张家界曾是一片汪洋，当它处于海滨地带时，河流带来的石英沙在此沉积，形成了厚达500多米的石英沙岩。之后沧海桑田，海洋退却，地表抬升成陆地，一个由石英沙岩构成的大平台就诞生了。然而千年万载的地质运动就如同鬼斧一般，让大平台内部裂隙丛生，也让水流等因素沿着裂隙长驱直入，破坏岩石，最终山崩地裂，原本巨大坚硬的岩石平台逐渐分崩离析。不过其中一些岩体依然度过了重重劫波，机缘巧合地留存了下来。他们很幸运，不仅恰好有着几乎水平稳固的岩层，不会因为倾斜向下倒塌，同时顶部还恰好有着一层坚固的铁帽，让风林顶部变得更加坚硬，不会被流水肆意侵蚀，从而让下方的岩石被保护了起来。而那些红色的岩层就是赤铁矿存在的证据。但是呢，这所有的幸运都有终结的一刻，这些天兵布阵、仙山玄门、君天之月也都有曲终人散的一刻。你是否注意到这些生长在岩柱之间造型别致的植被呢？它们将根茎艰难地扎进岩石缝隙薄薄的土壤中，但也在无形中将这些缝隙继续扩大，直到有一天岩石因此被撑裂垮塌。科学家们形象地称之为根坯作用。植物的根坯、流水的侵蚀、重力作用下的垮塌，一方面塑造了如今的3000奇峰，另一方面也如同一首最后的破阵曲，预示着这3000天兵的终局。这个岩柱大约只有40多米高，被称为孤峰或者残岭，而在过去它很可能也有着300多米的高大身躯。这就是张家界的下一世，所有风灵的晚年。那些平台方山最终会变成越来越薄的风墙，风墙会变成越来越细的岩柱，而这些岩柱呢，也会越来越小，越来越矮，直到曲终人散，再次归为尘土。当我们回顾张家界的前世种种，会看到在数亿年的时光里，蔚蓝的海洋在这里消失了，高耸宽阔的山色在这里消失了，坚硬无比的岩石也在这里消失了。不过纵然历尽重重劫波，却因为重重机缘成就了今天我们眼前的3000奇峰、世外桃源、仙风道骨。正所谓天高地迥，觉宇宙之无穷，或许对于张家界来说，每一次的消失都会换来另一种与众不同，每一次的历劫也都会造就另一种鬼斧神工。而我们只是恰好遇见了他今天的模样，恰好见证了这部传奇的一瞬间。这就是本期《新山海经》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你也喜欢的话，欢迎给我们一键三连加关注。如果你有什么想看的奇山异水，欢迎评论区告诉我们，我们一起去亲眼见证。拜拜。